항상 재물을 수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미니언 생성 눈 좀 부실 것 그래서 그냥 杀一个，不错。可以啊，换路。咋那么卡呢？卡。卡的话，卡的话缓一下，好了吗？卡的话只能等一下，我这也没。在你们刚才卡的时候，我已经杀了一回石头人了。他们家什么打野？银马打野，银马刚才出。来，我们塔下收兵。我重开这直播，你们看还卡不卡？等一下啊，我这得重进一下。跑的有点快呀，这石头人啊！等一下，哈着啊！先 Q 一下 ，EA 吃饼干 W，A 接双 Q，W 我平 A，Nice。帅死了，回家，这波兵线不错啊，赶紧回家。先来个耀光，出门，石头人炸裂了。虽然我们打石头人比较难打，但是这个石头人小炸了啊，小炸了。哎呀，这兵线没吃到啊！但我也不敢推了，我推不过去了。
他血量好高啊。抽一下他补炮车，他有闪现，有点猥琐啊。 EAQ 6秒以后，5秒、4秒、3秒。哎呀，我升了，升的有点快，这小子有点怂。他敢上来直接一出耳，只要他敢上来我必定打他一套。看一眼骸骨，没事，打他一套可以，亮个牌让他不敢在塔下待。抽一下，吃口死的，他没有血瓶了。我们把蟹打了，把蟹打了，然后把车吃了，先吃个小炮车。塔下收波兵，阿卡丽双杀，漂亮啊！他蓝不够用，没事，不用担心他耗我们血。他的蓝是肯定不够用的，100%不够用。这波小心点啊！他应该是挺抠的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这波这个样子吧，我出个水银海，配一个红宝石。日炎了吧，日炎两步甲抠一下，他也就只能跟我耗，没关系，我们只要不给他机会就可以了。哎，吃他一手蛤蟆，漂亮啊，宠物。没事啊，这石头人不敢传，他传我们就传，又降谱，哎，降谱。这波塔下收兵，让他抠没关系。
哎，快的！没事，现在我们就跟他和平法御，这都无所谓的。往中路走一波。石头人可能会传啊、哦。nice， 哇，双杀漂亮！把峡谷打了，石头人连传送都不传送。哇，你给我炮车啊，妹妹！我保你一手来。这把可以出分离者，什么原因？因为这把呀，我们得充当一个这个就是上去死送的一个人，我们得上去死，为兄弟们打造虚局环境，所以我们的血量得多一点，我们得要400点血，这攻不攻击力的已经无所谓了。好，已经有点挂沙了，我发现啊。打一套没掉血，是这样的，他有壳子呀，他有包皮，俺们啥也没有。如果他不一直跟我打的话，是不可能耗得过他的，所以我跟他耗都不想跟他耗。哎，160，巨佛啦！他收我160，我收他160，虚虚乎乎。来一个分离者。下边小龙团我们可以传。小心石头人啊！在左边啊，在左边，在左边，没关系，我也马上到中。来这边，我们也马上到中啊，没关系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！卡蒂保四大招漂亮，我马上到。我先转一手啊，我死的有点快呀、啊，我一秒钟就没了，我这是有点不服气的呀，我怎么一秒钟就没了呢？没有队友吗？哎，可以，阿卡丽把女枪收了，我有船，我有船，我可以船。我传石头营也传，我们小龙来，我们可以小龙，往出拉，哎，往出拉，往出拉，往出拉，
他们不要了，哎，把小龙拿了，我融化了。哎，我靠，怎么还在这样的呢？你去下路收来，我就跟冰女对线的。我发育了15分钟，融化了。等一下啊，阿卡丽别出来呀！天哪，差一丝儿。没事，换他。我们必须得要人头了，现在知道吧？必须得要人头，这波血赚，不能一个人头也没有，这必须得要人头了。没有人头玩不了。塔掉的有点多，掉了3座。女枪虚区有点离谱啊，因为女枪装备好啊，她杀了9个，我们杀了1个，刚才。下件可以来蟹手，也可以来黑切，这都可以。我搁草丛蹲一手啊。没事，还好，没有地方。没有地方有资源，没关系。这边应该打不起来，我们大招放了就放了，无所谓。日女儿好像已经出出来板甲了。啊，日女儿有板甲。我们家宝石还啥也没有呢。冰女儿有传送吗？冰女儿好像有传，这波没大呀，这大招下回不放了。我没有 R 啊，我没有 R， 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没有 R， 这位置不能打。这位置可不能打。冰女回去了，对面可能在这里啊。中路的线儿我们收一下，干啥来呀？阿卡丽单杀可以推中，可以推，可以推，把中路推了。阿卡丽漂亮，阿卡丽。这亚索啥也没干就死了呀！先走一走，先走一走，不着急不着急。哎，还杀！哎，我漂亮，卡莉，咱先把塔拔了啊，先把塔拔了。没有虚区，这没有虚区，杀人马，漂亮，上10个人，谁传送？快走！
毕竟我们走一走，打不了一手。哎，这边哈的哈的上石头飘呢，小龙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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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中推一走。哎呦，我漂亮！第二件我决定还是卸手，兄弟们。刚才我告诉你们啊，女枪畏惧我，直接大招关了，明白吗？女枪直接畏惧我，把大招关了，这很重要。是不是是不是要打大龙啊？这小心点大龙啊！把多兰盾卖了，买个血色，来个血色。这都没钱，现在这石头人没钱，我们没钱。要了把亚索换别的应该赢了，不是不是，亚索呀其实是有用的，只是他应该带一手净化之类的东西。没事，亚索死就死了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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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一波他也白送的，没关系。我们得 TP 过来了啊，我们这必须得 TP 过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踢一脚啊，踢一脚看看呀，没打就行了，没打没打无所谓啊。不不不不，不去不去不去啊，不去不去不去，对面没打我们就不去，那宝石的位置有点危险的，那宝石逼了我一手 TP， 原来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。来扫一下，哪里有视野？我们打大龙啊，这全是针眼啊。天哪，五六个针眼啊，五六七八个，八九个。其实我觉得可以打，你们觉得呢？但是阿卡丽这波没大了。哎，对面应该不敢打呀，这他妈敢打吗？他过来保女枪，这你能保得住？我蓝莲汉今天不杀女枪，我有血手，你跟我打，银马能不能踹着？跑得也快，来自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！哇，我们单杀一个十个人头的女枪，十个人头，这叫十个人头，这叫十个人头的女枪被我们单杀。要被抢，不会的。爬着有惩戒，哎呀呀呀呀！这家伙，哎，杀银马，漂亮，拿下了，我估计。你们中推，我把烧了塔拔了。那银马没有大，不可能被抢完的，除非有跳弹，他也没有跳弹。下一件咱们来个黑切啊，主要是刚才没人保他，他旁边没有人，那日女儿也不保他，都跑了。
但我说实话，这亚索的反应是真的慢，他怎么这大都接不着吗？我给你0.6秒的反应时间，你都反应不过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女枪可以杀，可以宝石。七女漂亮，卡莉保后了，要后了，他可能要闪现啊，我们不让他闪。阿卡丽有钉吧？有钉，有钉，有钉！救一手，救一手，救救救救！漂亮！我这不上去一手，没事没关系，我有铁手。爬着去，爬着去，我们追踪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也没事，推推推推推！不管那石头人，没有用，不管他。不管他硬拆，打呀！他闪现了，可以。走走走走走走，走一手，走一手，走一手，这亚索直接卖了啊！不管了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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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，溜了溜了溜了。亚索能跑就跑，跑不了就拉倒啊！都是，听天由命吧。哎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这不好意思，这不好意思，这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挺狂啊，这女枪，别着急啊。漂亮，好踢！我把女枪杀了，我也卸手，问题不大。先杀石头人，我转起来。Q E， 再杀女女。按错了，刚才，哎呀，按错了，按错了。哎，哪来个银马？我有 W 呢，没人啊，杀他！给我 W 呢啊，没给我贴膜呢，兄弟。咋不给我贴个膜呢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这这不挺好的吗？这不直接一波五换三，不挺好的吗？直接五换三 ，beautiful 啊！我看看我们还需要点什么啊？我们需要一件春哥。但是春哥的大剑好像是出不出来。这个银马我好像有点打不动，可能是因为没有黑切的原因。刚才我需要一个春哥，还需要一个死亡之舞或者是九头蛇都可以。我先来个钉吧，先来个钉，出个小布甲。没事，我有船，我有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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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好打，好打，好打。我直接杀女枪，你帮我拿走，今天就杀女枪，别人不杀。A Q E 平的，平的，平的。扫一下一个 Q， 别人不杀，他们家除了女枪没有虚区，知道吧？双杀，我黑切一除他都扛不住。一波，我的钉都没用上，上的都。钉。